业余魔术师被镇住了吧？我有点东西啊。。来，接下来我给你变一个，往下面数十张牌，就往下面一张一张往下数，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、五张、六张、七张、八张、九张、十张，十张对不对？没问题。OK， 我现在再让你重新数一遍，但按照我这样数，这样一、二、三 ，OK， 这样数十张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没毛病。好，这十张牌放到一个最你认为很安全的地方，握紧它，握住它，握着它，可以放到身子里或什么样都可以。会有奇迹发生。OK。好，接下来，我这样任意拨牌，你来任意喊停好吗？好，停，停这里，确定吗？确定。翻开来看，一张三。刚才说的是十张牌，对不对？是。三，所以说我只要。这样弹一下，你的十张牌里就会多出来三张，数一下，多三张。嗯，数，这也太扯了吧！往下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可以。十二、十三、十一，可以。十二、十三。业余魔术师被镇住了吧？我有点东西啊！来，我再给你变一个，来随便选一张牌，记住它，会有奇迹发生。我现在主要随便切牌，打个响指就是你的牌信吗？仔细看好啊！是，这个九放进去，放进去了。来，接下来你来帮我把这推进去，推进去。哎呦喂！哇塞！随便选一张牌，这个，记住，放到上面。两个按钮，对吧？任意点一个按钮就会有奇迹发生，你相信吗？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呢？你按了之后就知道了。按住它，按住。好。你看，接下来奇迹就是，你会发现有一张牌变了颜色。你相信这是你的牌吗？是这张吗？是。这个。OK， 好，你接下来拿好这张牌，按住它，按住，手整个手按住它。接下来我任意切牌。你来喊停。停这里。这张牌。记住了。记住了。放下去。同样。两个按钮按住，滋 ，OK， 同样还会有奇迹发生，你相信吗？相信吗？还是变颜色的吗？对，变颜色，看你手里那张牌，会有奇迹发生。哈哈哈哈！又怎么了？这个厉害，哦，这个有点吓人的，偷天换日，魔术。